各位大家好，我叫郑俊豪，是这一次的参展者。那由于今年是水虎年，那在传统习俗里面，水虎这一个年份，它又代表着丰收和欢愉的时间点。那60年才一次，非常特殊。那这次制作的作品主要是以虎为主，那也相应这个主题，希望各位大家踊跃来参观，谢谢。